要正确的上下楼梯。应记住，上楼时先迈好腿或非手术腿，下楼时先迈换腿或手术腿。上楼梯时先迈好腿，非手术腿。用手抓住栏杆，把好腿迈到上机台阶上，拐杖跟上，然后迈手术腿。继续如此，一次一个台阶。下楼时，用手抓住栏杆，把拐杖放到下一个台阶，跟着迈下换腿或手术腿。好腿或非手术腿跟随，如此重复，一次一个台阶。